在近日公开了女孩们参与棒球队开球仪式的幕后花絮。其中，当女孩们谈到选择球衣背号的问题时，因为娟猜不出小娟选择背号的用意而遭到了忙内们围剿呢？나는소연이생일이뒤늦은거안했기때문에고려를못했어마지막기회줄게소연이가맞춰봐소연이52야 52? 왜 52인데이유를맞추라고이거진짜모르겠다와진짜대박이다나도소연이진짜어떻게대박와어떻게바로를몰라아우리대비시간을좋아하는사람이근데나삼촌진짜모르겠어另外因为娟拍照的姿势太过让人疑惑而被一旁的咪咪忍不住模仿왜그럴까왜그럴까이거뭐야나요아니공관지는거설마